李昌元主席啊，我好遗憾咧，我哋开会开到就冇晒规矩。头先啊，何萨兰议员咧就向主席提出咗一个具体嘅规程问题，就系、是、财务委员会第46条，即系话主席在把议程项目提交会议表决时咧，需询问委员是否有进一步嘅提问，呢、這个系要付诸实行嘅。主席你就冇答到啊。何秀蘭議員呢一個規程問題，所以咧何秀蘭議員喺迫於無奈下咧就提39嘅休會嘅一個動議。嗱，其實我再睇翻一啲嘅法律文件，包括係2010年1月14日吳文華女士，我哋前呢個秘書長喺答一個問題就話，至於主席是否有權自止提問 draw a line 的具體問題咧，即在示意發言或提問的委員進行發言或作出提問後，再無委員可發言或提問。這方面的答案是議事規則及財務委員會會議程序均沒有任何條文賦予主席有關的權力。嗱，而呢一段嘅意見呢，亦都喺馬耀添先生喺2014年6月5日嘅一個意見書呢，係複述咗嘅。咁基于如此，如果议事规则及财务委员会会议程序都冇任何条文赋予主席有关嘅权力，即係话如果有委员真係有问题，唔係琐碎无聊重复嘅问题嘅时候呢，主席你要諗一諗，係必须要俾返啲时间呢委员去提问嘅。嗱，即係我都唔想即係提呢、這个即係example 啊，即係中央话喂基本法冇剩余权力喎，主席唔通你又有剩余权力咩？冇讲到㗎喎，两份文件嘅意见书即係咁样。嗱，基于咁样呢，我希望主席你再三考虑下，你点样可以继续你嘅口，即係你口就话你要有效率咁样主持会议，但其实变咗你睇返呢咁多日嚟喺财务委员会嘅会议，如果你唔依返嗰个议事规则去做事，或者是考虑返你要去行使议事规则程序的时候呢，是必须要以一个正当的目的，即是 bona fide 的 approach 去做的。就不是说啊白纸黑字你可以有无上权力呢去做咗就可以是令我哋心悦诚服。嗱，总体嚟讲呢，睇返个客观数字168次发问，我哋有其實有68位委員可以提問，平均即係每人提咗 2.47 個問題，其實呢一個嘅問題數目係好低嘅。如果我哋個個議員喺呢度呢都所盡其職呢，提5条6条問題呢，其實都可能有300-400条嘅問題。嗱，除非啲問題重複，所以希望主席你回頭是岸，睇返嗰個議事規則去做返一個正常嘅會議程序，唔該。